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看雷哥的视频啊！视频开始之前，首先来抽自己一大嘴巴，我真的受不了了！来来来，今天雷哥要去大辟谣啊！我今天一定要把那些散播俄乌战争谣言的那些个人扒个精光。首先，我们来看一张截图，这张截图里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俄罗斯顺利解放哈尔科夫。” 今天，俄罗斯军队消灭了驻守哈尔科夫的反动派，进入哈尔科夫市区，顺利解放了哈尔科夫。下一步将成立军事管理委员会。下面还配了一张央视新闻网的这个图片，我真的很想对这位博主说：你自己造谣就算了，你还把央视新闻给拖下水。说到这里，肯定有不少网友会说。 这种一言假的帖子，真的会有人相信吗？我也很好奇，所以我打开了这个帖子的评论区，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网友说：“是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只要发俄罗斯胜利，随便怎么发都有钱拿？”哈哈，很显然，这位网友对这样的帖子是不屑一顾哈。第二位网友直接留言说：“在公投独立。” 入额，显然话很少，但是已经相信了帖子里的信息啊。第三位网友说几个菜喝成这样呵呵，他的意思也很明显，不相信帖子里的信息。然后作者就开始怼网友啊，留言说你一个港独分子不配说话，不配说话。好家伙！ 就因为人家名字里面带了“九龙”两个字，就成了港独分子了。不过看过他写的帖子后，开口倒垃圾也就不奇怪了啊。呃，由于留言质疑他的人太多，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网友“勇敢艺术家”留言说：“今天什么时候解放的哈尔科夫？”真是条新闻，真的没其他可写的了吗？胡编乱造。 写假新闻的博主回复说：“这取决于你想看到什么新闻，取决于你是哪国人。”好家伙，啥意思啊？是我华夏大地子孙就一定要看假新闻吗？还不能质疑你写的东西，否则就是外国人。还消灭了驻守在哈尔科夫的反动派，哈尔科夫是谁的哈尔科夫？ 乌克兰守军去守护自己的领土，倒成了反动派了，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更令我惊奇的是，这样假的不能再假的帖子还能获得六十八个赞，看来是真有人信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博主的主页，一共三百六十四个粉丝。下面信息框里写着：二零一一年北京大学毕业之后。 啊，一直从事时尚设计工作。看到这里，我真的是很心痛啊！博主竟然是北大学子，我心疼的是，咱们的舆论环境竟然会变得如此的糟糕。大学三四年的时间里，自己的专业有没有学好，我不知道，但这造谣的本事真的是炉火纯青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 各大新闻，乌克兰军队内部发生了戏剧性的叛变，多个部队竟然临阵倒戈，连巴赫姆特的留守部队也选择了投降。据透露，巴赫姆特的五十三旅突然叛变，超过一千名士兵携带武器向俄军投降，并驾驶着刚接收的苏二十九战机，直接飞往了俄罗斯阵地。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带来了艾布拉姆斯坦克十三辆，火箭炮二十辆，核爆两 A 坦克六十七辆。大家觉得他们为什么投降呢？ 视频里说，乌克兰内部发生了戏剧性的叛变，多个部队临阵倒戈，连巴赫穆特留守的部队都选择了投降。据透露，巴赫穆特的五十三旅叛变，超过一千名士兵携带武器向俄军投降，还驾驶着刚接收的苏二九战机叛逃。博主说，据透露，哈，请问据谁的透露，啊？ 谁透露给你？咱先不说啊，难道又是所谓的相关单位吗？咱往下看，我就开始喷饭了，哈哈！我想拜托这位博主，你在造谣的时候，能不能先仔细查看一下你发的帖子？苏系列战斗机啥时候出了个苏二九这个型号？我估计你这条造谣帖子，就连邵一谷看了都要挠头吧。 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苏霍伊飞机家族的大合照啊，里面有苏二六、苏二七、苏三零、苏三三、苏三四、苏三五、苏三七、苏四七。虽然照片里面没有，但是还有苏二四和苏二五战斗机。所以我想问，你是从哪个街报、街边小报里得知前苏联生产过苏二九这款战斗机的？<laughs> 你这是拿网友都当傻子吗？别急，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看。视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试图啊把一个人从汽车里拉出来。根据身上的军装，我们可以确定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乌克兰某地。发视频的博主在视频标题处这样写的。 乌军征兵办在苏梅大街上强抓壮丁，啊，难道乌克兰真的像博主说的那样开始满街抓壮丁了吗？不过看看标题，再看看视频里发生的事情，还真的很像博主说的那样。但是老朋友们都知道啊，雷哥是一个比较仔细或者说较真儿的人。随后，我对视频进行了截图。 放在搜索引擎中开始做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右侧的信息框里出现了这张图片，这就代表我们找到了该视频的出处。我们点开后看到这样的画面，因为该事件发生在乌克兰，所以我们来打开乌克兰的网站看一看。以下就是关于该视频的具体信息，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因为文字太小，大家看不清楚。 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网络上流传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警察和身穿军装的人强行把司机拉出了汽车。苏梅州征兵办解释说，该男子并未收到征兵传票，而是因为当时这名男子在醉酒的情况下驾驶车辆。当天接到民众举报，有一辆车行动诡异。 在接到举报后，警察迅速赶往现场，并拦下了这辆车。警察要求该男子下车配合检查的时候，因为醉酒，该男子拒绝不配合警察的检查，所以才有了大家看到的那一幕。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经过。我们来打开上传这段视频博主的主页看一下。 博主的网名叫做“圣彼得堡大鹅”，他的信息框里写着：“从尔滨走出来，考上了985大学研究生，在北京落户安家。”你看看，又是一个高学历。前面那个是北大的学子，这个又是985毕业的研究生。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会让这些高学历的学子们变成了造谣传谣者。 如果说像文化素质低的博主传播这些虚假信息尚且还说得过去，毕竟都是底层普通老百姓，在认知分辨能力上比这些高学历的学子们要差得多。但是令人心痛的是，现在就连这些文化素质如此之高的人也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们总是谈爱国。 但是爱国也要注意你的方式和方法，我们绝不能把谣言和谎言当成爱国的根本，更不能把爱国当成是一门生意。祖国需要的是你们这些高学历的学子们无私的奉献，把你们毕生所学啊，拿你们这些学习到的知识去建设我们的国家，而不是每天只是动动嘴皮子，写几篇不着调的。 小作文。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各位照顾好您自己，让我们明天再见。